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 Hello Hello Jerry， 最近练琴练得怎么样呀？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变有钱，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地说金钱不是一切。哦，比前天转换熟练了点 啊，那就好。我们要每次练习都保证比上一次有进步，这样是最好的。那你弹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是你觉得，目前比较困扰你的地方？我猜应该是和弦转换，因为你刚刚已经说了有。好，是什么呢？和弦转换是吧？因为其实包括说我们上次在学扫弦呢，为什么扫弦它一个这么看似这么简单的一个技巧，就是扫一瞬间扫下去，所以只要能扫响，其实就已经完成这个扫弦的一个操作了。但为什么我们到第七课才去讲？因为扫弦就很要求我们的和弦转换要过关。但是我们一开始学吉他的时候又不可能转换的特别快，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的去打基础。Hello， 明剑，好久不见呀！我的音乐声大不大呀？有没有盖过我的这个说话的声音？所以你练拨弦，其实我们建议一开始的时候先把拨弦练好，因为拨弦是给扫弦打基础的。但是我们扫弦的时候，扫弦也可以去练，因为我们要，因为扫弦不是你学了两课你就马上能扫得特别好听的，所以我们要，为中级课要提前做一个准备。我们现在就要会扫，然后慢慢的再去用耳朵去听，我这个声音，诶，是哪里差了，这个声音不好听是哪里的问题，我慢慢去调整。那扫弦是绝对不可能说一个星期就练得特别好的，从不会到特别好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从不会到会，你可以一节课做到，但是你要扫得特别好听，你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去尝试，一点点去改。扫得不好，楼下老太太要揍了吗？你可以把左手的琴弦护住呀，上课不是讲了吗？左手琴弦护住，左手琴弦护住以后就可以去扫的话，也可以听得出你扫的整不整齐，而且还不扰民。Hello， 我们那一班还没开下一节的。你们的那个中级课应该是七号开，快了，下周一就可以开了。那不行，没感觉，那就只能让楼下老太太做噩梦了。不过一般老太太应该都耳朵不是很好，应该也听不到吧。感觉我说了一个特别不恰当的话。我要用我的手机去听一下这个声音怎么样。
声音怎么样？哎，好像还可以啊。那 Jerry 除了和弦转换，还有没有什么困扰你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确实是需要时间去磨的，在这个乐理上、理论上有没有困难的地方？前面讲的这个二度音、三度音，还有音程啊，这个和弦呀、级数啊，其实讲的蛮多东西的，只不过没有展开特别详细的去讲，我们大概都是把一个基础的一个基础给讲到了，还好是吧？可以，因为我们其实音乐基础打得越牢，我们后期学得越扎实，一定是这样的。嗨，明剑怎么不说话啦？明剑啊，我介绍一下，明剑是，哎，明剑你到底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的同学？我好像两个学习群里都有你，是不是？明剑是一个声音特别好听、唱歌特别好听的一个同学，他的声线特别有味道。而且弹吉他，你是不是以前是学吉他学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我看你弹的还是有底子的，以大部分零基础的同学。我还没上过入门班，我跳过来。对，你那个基础其实不用上入门班啦，但是不知道你的理论过不过关，但是你手上弹奏的话是很不错的。弹中级是没有问题的。Hello， 豆丁。我换一首歌啊，这个歌我换一个欢快一点的。你们有没有想听的歌？哎，已经七点了，不行，不能听了。我以为还早呢，要上课了。咦，今天周六怎么都没有来上课呢？这些同学，好，到时间了啊，那我们准时开始上课了。Hello， 同学们，虽然只有三位同学，那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吉他零基础入门课。那我呢是你们很熟悉的静静老师。那今天是我们的第八课啊。那在上课之前，我还是老规矩，先测试一下设备。如果能听到老师的声音，看到屏幕画面的话，那咱们在弹幕上发一个数字一，让我确保一下咱们的直播设备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出去玩了是吧？我也觉得周六是不是都去跟男朋友女朋友去约会了呢？ Hello Hello， 哎，李玉卓同学好像也是上一期的同学是不是？我现在有点混乱了，我已经分不清这个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同学了。啊，我看你们的数字一都发起来了啊，那我们直播设备没有问题。好，那上课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发弹幕和我保持互动，好吧？一共就我们五个，差点把我自己拉了。那如果弹幕会影响你观看视频的话，也不要关掉，强行互动，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开始了。那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诶，我的 PPT。好，我们零基础入门课虽然是一个针对零基础小白开设的一个课程，但是呢我们仍然要在这套课程当中对自己的要求啊，要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好吧？如果是完全的零基础小白，那我们一定要学会几首简单的旋律弹奏，那比如说生日歌，比如说欢乐颂，比如说新年好，对吧？这些呢都是我们的独奏曲哦，本期学员是吧？好的好的，
Hello Hello。那么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学一些弹唱类的歌曲。那这个弹唱大家如果目前还不能做得特别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还有一套课初级曲目必修。那这两门课呢都是属于是我们的入门课的这个这个课程套餐里面的。所以在初级曲目必修呢，我还会根据我们的这个零基础课里面讲到的一些吉他技巧包括乐理知识给大家展开，然后去以曲子去带去大家去练习，好吧。所以这个弹唱如果目前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同学不要着急不要担心啊，我们一定要跟着老师的步骤啊，我们把这个每节课该学的乐理知识首先要掌握，然后是我们左右手怎么样去弹怎么样去按啊，这个和弦转换一定要去多多去练习，因为这个都是细水长流的，包括这个扫弦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定不是说不是，我刚刚在课前还跟佳悦去说啊，我们的扫弦一定不是说你学了这节课你这节课就会了，你就能不是我不是说你学了这节课之后你就能弹得特别好了，我只能保证你学完这节课你会扫，但是一定不会很好听，因为这个所有人都是至少要经过一两个月的练习才能去慢慢去调整，好吧。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去多练。那我们的课程学习方式直播加回放都很熟悉了啊，那建议大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尽量都来看直播，好吧，因为直播课可以跟老师互动，老师也能更好的掌握你们知道你们哪里有问题，你们能不能跟得上我的进度。那如果你们都是去看回放的话，那其实我好像上课就是在录一个录播课一样，那这样的话我就跟你们没有沟通了，所以其实对你们的学习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能看直播的尽量看直播，那赶不上的再去看回放，好吧。那我们作业1月10号之前还有一个月零五天，对吧，那我们的作业一定要按时交上来。好，那我们来看看本节课我们都要学哪些知识啊。好，首先第一部分我们要学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那在我们之前的课里面呢已经讲到了大三和弦，对吧，还记得什么是大三和弦吗？好，记不记得。好，大三和弦我们就要再把我们的这个思绪拉回到我们的音程当中。我们在讲音程的时候我们有讲过二度，有讲过三度，对吧。好，这个是两个音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如果这两个音之间是三度的关系，它又分为大三度跟小三度，这个大家都有印象吗？那以大三度构成的一个和弦就是大三和弦，这个也说过，是不是？那会不会以小三度为这个一定的关系构成的和弦就是小三和弦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好像是有一点，是不是啊？那今天就会给大家去讲小三和弦到底是什么啊。然后我们要学两个最简单的小三和弦 EM 和 AM， 并且呢用这两个和弦去弹唱我们的后来这首歌曲。当然这首歌曲并不是只有这两个和弦啊，还会有我们上节课学的145，也就是 CFG。所以说到本节课为止我们要至少掌握五个完整的和弦的按法。那并且你如果对自己要求更高的同学，那你并不仅仅是只会按这五个和弦，那我们最好还是要知道这五个和弦它的组成音是什么，包括它在指板上还是怎么推出来的，这个我们都是能知道一定要知道，好吧。这个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任务。那我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学的知识啊。好，我们上节课学的挺多的内容的，不知道大家消化的怎么样。那我先来打开镜头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Hello， 可以看到我吗？好，咱们首先来复习一下我们的和弦转换。好， C 和弦我们很熟悉了，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最早学的 C 和弦。好，按好这个位置之后呢，我右手随便弹一个分解节奏型吧，我就弹5 3 2 3 1 3 2 3。好，然后我去到 F major 7，然后呢我的这个无名指可以先下来，对吧，然后中指紧接着下来，然后 G 7同样是先上无名指，永远是先换低音的弦，因为我要先弹低音嘛，对吧。好，注意了，哎，我在换和弦的时候，因为刚才我重点在讲解，所以呢我中间留了一个停顿，
但是在我们实际弹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中间是不可以停的，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完整的应该这样弹。中间一定不要有停顿，好吧？那所以说，我们的所有的歌曲也是一样，我们换和弦的时候一定中间不要有停顿。那如果你是练拨弦的话，你的这个手是可以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包括我们目前主要其实练的就是这个，哎，先换哪个手指，再哪个手指上去，哎，都是有一个先后顺序。但是等我们到扫弦的时候，等我们这个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很快的转换过来，哎，一瞬间就把这个和弦位置按对，那到这个时候我们扫弦也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扫弦就是需要我们有一瞬间能把这个和弦按出来这样一个能力，好吧？否则我们右手一扫，这个声音会很乱。所以说和弦转换我们要去多多练，先练这种先后顺序换的，好吧？然后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去练同时换。好，那这个是和弦转换，然后我们学了红和鼓，对不对？用的就是这三个和弦哦，还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级数。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个级数，那首先以 C 调为例，那 C 和弦就是我们的一级，有没有问题？ C D E F G A B 对应一二三四五六七级，所以 C 和弦是我们的一级，它又叫主和弦。哎，它在我们的这个一首歌当中，它是起到了一个回家这样一个感觉。主和弦就是我们的家。哎，我们从主和弦出去，不管你去了哪儿，最后是不是都要回家呀？那你可以去哪儿呢？哎，你可以去四级，也可以去五级，对吧？四级就是 F 这个不一定是 F major 七啊，它也有可能是F 大六和弦、F 加九和弦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它一定是 F 开头的和弦，因为 C D E F 对不对？四级。这有没有问题？四级又叫做下属，哎，这个主下属跟属，它其实是这个和弦的一个功能，哎，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好，在这里大家可以强制的去记忆一下，四级又叫下属，它是下属功能组的。然后主和弦也可以是其他和弦，对吧？三级和六级也可以当做主和弦，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不是那么正的一个主和弦，我们后面会讲。其实3、1、3、1、3、6它都是主功能组当中的一个和弦，但是其实真正的就是怎么说呢，三级跟六级你可以理解成是你舅舅家或者是你婶婶家，他们也是你们家，对吧？但是并不是你爸爸妈妈那个家，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说一级它是我们真正的特别血缘关系最亲的那个家。三，然后别的，但是你说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是其他和弦，这个是 OK 的。但我们最好还是回到一级上，因为还是回自己家最好嘛，是不是？好，这个说远了啊，这是一级，然后四级是下属，五级又叫属。哎，属功能这个我们后面去讲。那你们目前至少要知道，哎，你看到 G7 它在 C 调里面，我们要知道它是第五级上的和弦，因为 C D E F G， 哎，我一个一个数的，是不是刚好是到五级？好吧，那这个级数要知道。然后我们学了红和鼓，用的就是这三个和弦。那我们还记得怎么去唱吗？我看到你们说，我在群里发了这个后来的谱子，然后大家说终于有听过的一首歌了。那这首歌大家没听过吗？红和鼓。好，那现在你们都应该比较熟了吧？我们学完之后，看来下一次我们再讲一些陌生的歌，我是不是还要去专门去教唱啊？现在会不会唱？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好，换到 G7。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F 照耀在 G7。我们的心上 C，
好，注意，我弹到这里要看到这个反复记号了，是不是？所以呢，要返回到一开始，返回到上一页。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G7，要记住，再回到 C， 朱红河谷，你的故乡 ，F， 找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好，最后跳过一房子去二房子，好吧？我们的乐理知识全学了之后，全部都是要穿插应用在我们的歌曲当中的。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理论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觉得枯燥啊。像这个一房子、二房子，我们如果不学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反复，是不是？所以我们学了之后，一定要把它用对。那这个是拨弦，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个五三一二三，对吧？讲了一个这个新的节奏型。那我们还学了什么呢？还学了一个扫弦，是吧？让大家最头疼的扫弦。那扫弦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这个屏幕这个谱子上的这个箭头，它是朝哪个方向，也就是它是朝第几弦，哎，这个方向去画的。那这里它很明显，第一个箭头它是朝一弦，对不对？它朝这一弦，那就是说我是从六弦往一弦去扫，哎，是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它在我们吉他上呢，就是一个下扫这样一个方向，所以跟我们的这个谱子看上去是反着的。那我们去读一下，下下下上下下下上，对吧？但是我刚刚如果这么读没问题，那我要这么弹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又把节奏忽视了，是不是？我们的扫弦同样是有节奏的，我们看下方。这个横线竖线就表示的是我们的节奏。好，我画一下啊。好，这个区域是我们节奏的一个表示。那第一个它很明显它是一个四分音符，对吧？好，四分音符。好，它一个下扫就可以解决了。然后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前八后十六，对不对？好，前八后十六，下下下上，对吧？好，那我们第一小节，所以它是有两拍，对不对？一个下，一个下下上。我自学就忽视了节奏，这次恶补了一把。哎，自学大家是很容易忽视节奏的。好像我把你的话重复了一遍，好像说的跟没说一样。下下下上，哦，所以说明鉴你是自学的吗？但是我觉得你的自学效率还是蛮高的，因为你弹的还是很不错的。下下下上，好吧，这个节奏一定要答对，一定要扫对。好，这个没有问题。同学们，扫弦的这个节奏有没有问题？下下下上，我把这四个全扫一下啊，这四个小节。好，我们的节奏一。二三四，我左手随便按一个和弦，包括我换一个和弦。都是 OK 的，好吧。来看静静老师。一下子应该要说来跟静静老师学吉他。东东。好，我们看到，那我们运用这个扫弦节奏型，我们也可以去弹奏红河谷，对吧？只不过其实我个人觉得红河谷这种歌曲它其实更适合拨弦去演奏，因为它属于比较安静比较悠扬的这样一个音乐。当然我们练的是扫弦，那我们就要应用进去，我们要会用，但是不一定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去扫，好吧？那我们可以扫一唱。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上。好，这
个是扫弦弹唱红河谷，大家没有问题啊。好，那这个都就是我们上节课学习的知识。那从本节课开始呢，我们又要学一些新的乐理知识啦。好，大家一定不要头疼啊，我现在都不敢给你们讲乐理啦。好，我们看到屏幕上这个是我们很你们熟悉吗？这个键盘图，我们在第二节课一开始讲音程，讲音名唱名简谱记号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过。那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一组呢，其实就是我们钢琴键盘上的一组音。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讲，我们钢琴键盘上可以来个右手扫弦的特写吗？好，那我们稍等再开始讲新课啊。右手扫弦的特写，好，我们看到这个右边的特写镜头。然后我们说扫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食指和这个大拇指去比做一个比心这样一个手势。我们下扫的时候用的是食指指甲，哎，不是这样很正的去扫哦，用的是侧面这块，哎，稍微倾斜一点的角度。很多同学他扫弦是这样，直上直下，哎，不要这样去扫，我们要倾斜一点的角度，然后下扫用食指。我按了个什么？好吧，用食指指尖。上扫用无名指啊，大拇指指尖指甲，我刚刚说错了啊，下扫用的是食指的指甲，不是指尖哦，指甲。好，我们扫弦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的手腕要放松，哎，手腕一定不要去紧张，不要这样，手腕是放松的，我们好像在甩温度计一样，这种感觉，好吧？放松情况下，我们又要让这个扫弦的声音是整齐的。那怎么保证它整齐呢？我一定要均匀的扫响这六根弦。所以说，你有时候扫的时候，哎，这个就不太均匀，哎，这个也不均匀，因为我下面三根弦都没有扫上，好吧？我一定要均匀的扫响六根弦，哎，要这种瞬间的爆发力，好吧？火机还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扫弦的时候，它其实不是特别的直上直下，它其实是有一个有点稍微有点弧度，好像是个扇扇子，好像是个扇形那种形状，好吧？我们稍微有一个形状，有一个弧度。好，同时扫弦的时候也是一样，像拨弦一样，我们在音孔的后半段这个位置去扫。好吧，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要开始讲新课了啊！我们今天的任务还是比较重的。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这个，这一组键盘就是我们的钢琴上的一组音。那我们钢琴上有各种，有很多组音，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组是怎么划分的吗？怎么划分的呢？好，我们说到这个我们钢琴上有白键有黑键，对吧？那如果你们手边有钢琴，或者是你们可以去搜一搜钢琴的这个键盘图，你们会发现钢琴上全部都是两个黑键，然后一组，三个黑键一组，哎，它的这个白键跟黑键的这个区域啊，不是两个黑键就是三个黑键，全都是这样一块一块的。所以说我们拿出一个两个黑键的，再拿出一个三个黑键的，我们把这一组放在一起，它就构成了一组音，也就是我们钢琴上常说的啊，我们经常会给它命名什么大四组啊、小四组啊、小四一组，哎，都是不管是哪个组，它长得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注意从两个黑键的这边看到这个黑键，第一个黑键左边的这个音叫做 C， 哎，就是说你在钢琴键盘上永远都是 CDEFGAB， 然后又去了 CDEFGAB， 也就是 Do Re Mi Fa Sol La Si， 又连了一个 Do Re Mi Fa Sol La Si， 哎，用也不是永无止境，但是在那几个组里面都是这样子去命名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现在能不能看着钢琴的键盘找到刀呢？找到所有的刀有没有问题？怎么找？刚刚说过，就找两个黑键这一组音的第一个黑键的左边这个白键就是刀，好吧？所以说我们在钢琴上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个刀，那只要找到刀了，那是不是软咪发骚拉西全能找到了？
所以说钢琴键盘上虽然键88个很多，是不是看似好像很头疼，但是其实全都是一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只不过是若干个哆来咪发嗦拉西拼在了一起，所以啊我们看起来键很多，实际上我们学习了一个八度，那对其他的都是很好理解的。那我们今天讲乐理呢，就来拿出这一个八度来讲。好，我们看到我们之前讲白键，是不是白键是 CDEFGAB， 也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那么我一直没有去讲黑键，包括有些涉及到这个和弦的时候，我也把这个讲的尽量去讲的很浅显，我并没有展开去讲。那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黑键了，我们之前一直没有讲黑键嘛，对吧？那有没有同学好奇，那这个黑键到底它的音高是啥呢？有没有同学好奇过啊？那比如说我现在问大家一个啊，这个刀跟 rai， 刀跟 rai 之间的这个黑键，它是什么音高？你们觉得它是什么音高？打在弹幕上啊，如果知道的话。好，按理说这个黑键它是在刀的右边，在 rai 的左边，它应该是比刀要高，比 rai 要低。哎，我这样分析的没有问题吧？对吧？那同学就好奇了，可是我这样 CDEFGAB 导入 MIFA 萨拉西刀完了不就是 Rai 吗？中间没有音了，怎么可能还有音呢？所以同学就好奇了，那这个音到底是什么呢？好，之前没有讲，本节课要讲了。那给刀升了半个音，我们说钢琴上相邻两个键之间的音程关系是半音，也就是小二度，对吧？不管是白键跟黑键也好，白键跟白键也好，只要是相邻它就是半个音，所以这个黑键它应该比刀要高半个音。那比刀我们知道高一个全音的时候它是 rai， 那比刀高半个音的时候呢，我们给它叫做升刀啊，我们有一个升记号，升刀比刀要高半个音，那这个井号就是我们的升记号，这个要记住，新的乐理知识，好吧？升记号。然后啊，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个黑键它是升刀啊。那你再看啊，如果我从 rai 往下去数，那这个黑键比这个 rai 要低半个音，那它不是也可以叫降 rai 吗？是不是？又有降 rai 了。B 这个记号叫做降记号，有没有问题？所以同学就更好奇了，那这个黑键它又可以叫升刀，又可以叫降 rai， 它到底是什么音啊？其实你说这两个它都对了，这个可以理解吗？这一个音，它只有两个音名、两个唱名、两种简谱记号的表示方法，它既可以叫升刀，也可以叫降 rai。但是同学们要知道，那这个黑键它只有一个音高，这个没有问题。就像我们吉他上的任何一条琴弦一样，比如说这个六弦，那空弦就是 E， 就是咪。我只要左手不改变它的这个按弦的这个位置，那我就是右手弹出花了，它也就是这个音高永远是不可能变的，对吧？那我们钢琴键盘上也一样啊，这个键它就是固定在这儿的，它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黑键它只有一个音高，但是有两个音名、两个唱名、两个简谱记号的表示方法。所以说升刀跟降 rai 它们两个虽然名字不同，但是它们的音高是一样的，它俩是等音的关系。好，我写一下等音。好，有没有问题？等音。那我们在这一个八度之内，我们可以找出多少个等音呢？可不可以找到第二个等音？我们看到第一个黑键是等音，是不是？好，那这个黑键呢？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黑键。这个黑键夹在了 rai 跟 mi 之间，对吧？所以它可以叫升 rai， 也可以叫降 mi， 有没有问题？升 rai 跟降 mi， 音名不同，唱名不同，但是它们的音高是一样的。因为这一个黑键它就只有这一个黑键嘛，你就是弹出花它还是这个音，这个音高永远是这个音高。那 mi 跟发之间我们是不存在这个升降号的，因为它俩本来就是半音的关系，我们没法升了。我们给 mi 升高半个音，升 mi 就是发的一个音高，所以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那我们看下一个黑键，
夹在发跟骚之间的黑键，那就是生发降骚，有没有问题啊？生发降骚都是相同的一个音高，它俩互为等音。然后再看下一个，拉跟西之间的黑键，升拉降西，也是互为等音。那最后一个，刚说错了啊，刚那个是升骚跟降拉，好吧，升骚跟降拉，这个是升拉跟降西。好，这五个黑键有没有问题，同学们？没有问题的打一啊。这五个黑键，它们的音高，它们的音名，你们要能写出来，你们要能读出来。但是它们，又是互为等音的，升刀和降 rai， 升 rai 和降咪，升发和降骚，升骚和降拉，升拉和降西。哎，这五组等音关系，好，明键没有问题。好。那以这样一组，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这一组音，我们在钢琴上的这一组，我们以前说是七个音，是不是？其实它是不准确的。我们之前说七个音指的是七个白键。那我们知道白键与白键之间并不全都是半音啊。那我们如果再把这五个黑键加上去，一共是七加五，十二个音。啊，以这十二个音的一个全半关系啊为规律，我们可以组成一组音，对不对？那这一组音呢，它其实如果按照这个音乐定律方法的话，它其实就是十二平均律的一个定律方式。好，我们在一个八度之内，以这种七个白键五个黑键为这样划分的一个等分制，然后我们可以构成十二平均律。所以我们平时看到十二平均律，我们就要脑子里面要想出这个图，要想出这一组音，这一组键盘的一个图，有七个白键五个黑键，它们的排列关系是两个黑键一组的，三个黑键一组，这样构成。好，这个没有问题。好，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讲我们下一个很重要的知识了啊。那我们先回忆一下，我们上次是上节课还是上上节课，我们讲了大三和弦，还没有印象。好，大三和弦我们是当时怎么说的呀？我们说以根音，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不一定是刀啊，我这里写的刀，那你如果是骚呢，哎，我要是给骚够一个这个大三和弦的话，我们要去找它上方的大三度，对不对？所以是扫西。好，有没有印象？那我们给根音往上够一个大三度，大三音，它就构成了一个大三和弦。那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导咪骚最简单的一个 C 和弦，对吧？它就是一个大三和弦。那我们怎么判断它是大三和弦的？因为它的根音跟三音是一个大三度，哎，大三度，有没有印象？好，大三和弦它有一个表示的方法叫做 major。那我们可以在实际应用当中给它简写成 MAJ。比如说我们刚刚学的那个 F major 七，它其实就是一个 F 大七和弦，它后面又加了一个七，好吧，它是大七和弦。如果没有这个七的话，它就是一个 F 大三和弦。那大三和弦我们这个 major 又可以省略，所以我们看到 F 就知道它是一个大和弦，大三和弦。Hello， 彪呼呼。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大三和弦，又说回来了啊。那同学们，我们刚刚学了这个升降音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升记号跟降记号，那我们脑子里面可以构建的这个音程关系又更多了。那如果我以刀为根音，我上方不是大三度，我是一个小三度，它是什么音呢？你们觉得？好，这个一定要在弹幕上告诉我啊。以刀为根音，我往上方构一个小三度，应该是什么音？好，这是一个，如果这个问题你都能答对的话呢，接下来讲的你就没有问题，好吧？好，我要点人了啊，明剑来回答一下，以刀为根音，我要够一个小三度，那应该是什么音呢？好 ，Jerry 也可以回答，还有这个陈二，小三和弦，不是。我知道是小三和弦，就是我现在是以根音
为啊，以刀为根音，我要够一个小三和弦，就要够一个小三度，它应该是个什么音啊？我要这个音的音名或者是唱名。那我们刚刚说了，刀到咪是一个大三度，是不是？好，李玉卓同学说对了，特别好，降三音。我们刚刚学了这个升降号了嘛，所以说我现在刀到咪之间是大三度，那我现在要一个小三度，是不是就是降咪呀？把这个咪降半个音，它不就成小三度了吗？好，看到，把这个咪降了半个音，就成了一个小三度了。那现在呢，我的这个刀到降咪之间是什么关系？就是一个小三度的关系。对对对，这样回答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啊，那大家理解就可以。刀到降咪之间是一个小三度，哎，小三度。那我们以小三度，哎，再往上勾一个这个五音，到降咪骚，我们把这个和弦音把它叫做小三和弦。没反应过来，没关系。好，可不可以理解小三和弦就是以刀为根音啊？不是，不一定是以刀为根音啊，是以根音，以任何一个音为根音，然后往上去够一个小三度，也就是说根音跟三音的关系是一个小三度的和弦，它是小三和弦，有没有问题？好，小三和弦也有一个标记，它叫做 minor。 好，认为是我们的这个英文单词 minor 就是小的意思。好，它的简写是 M。 我们经常在这个曲谱当中会看到一些，比如说 CM， 哎，它就是小三和弦。那要是 CM7 呢？小七和弦。那再来一个 AM9， 小九和弦，对吧？好，不管它是名称是什么，不管它后面跟的是数字几，但是只要你看到这个 M， 我们就知道根音跟三音一定是一个小三度的关系，这个需要知道。而且我们之前说大三和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major 是可以省略的。我说 C 就是一个大三和 C 大三和弦，我说 F 就是一个 F 大三和弦，这个 major 可以省，但是这个 minor 可不能省哦。minor 你只能省着后面的这几个字母，但是你这个 M 一定要在。你的这个 CM 如果省掉的话，那变成 C 了，就表示是大三和弦了，这个意义就变了，所以说 M 不能省哦。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两个最简单的小三和弦。好，首先是 EM。 好，我们看到 EM 了，是不是？那 EM 大家能告诉我 EM 的组成音是什么吗？好，我们结合之前学习的音名唱名还有这个全半关系，两个音之间的这个距离，还有我们的和弦音，哎，我们和弦音的音程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够一个和弦？那大家去，如果可以把 EM 的和弦当中的这个组成音告诉我，那真的是很棒，那真的是乐理就过关了。直到目前为止，大家之前的乐理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能把这个和弦音组成写出来的话。好 ，EM 和弦，那你们写我来讲。首先 ，EM 那它的根音是什么呀？我们要看它的和弦名称，对吧？我们之前说，哎，和根音决定了这个和弦的和弦名称。好，明鉴说是咪发骚，不对哦，咪说对了，说对了一个，说对了根音。好，我们正要讲，我们说够一个和弦的时候，它的名称一定是这个和弦的根音，对不对？哎，李玉卓说对了，非常棒。好，李玉卓说对了。好，也就是说我现在写的这个咪，数字三，也就是咪，它是这个和弦的根音，这个有没有问题？我们去数嘛，导入咪发嗦拉西对应 CDEFGAB， 所以 CDE E 它应该是第三级，它应该是咪这个音，对吧？那我们之前讲三和弦大家都是三度去叠制的，三和弦三度叠制，这个好记吗？所以说我们往上去够三音的时候一定是一个三度的关系。那如果像明鉴说的这个米发骚，米发骚都是二度的关系啊，是吧？米发是二度，再来一个骚才是三度，所以它的三音应该是骚。米声发骚，
这个米生发，你可以去看看米跟生发之间是一个大二度的关系。我们说讲根音跟三音，既然它能叫三音，它就是跟这个根音是一个三度的关系。你不管是大三度还是小三度，它都是三度的关系。但你如果是生发的话，它就是大二度了，它还是一个二度，好吧，乘二。好，我们构出三音是一个骚，有没有问题？我们数嘛，米发骚。哎，我们说什么是三音，什么是五音？我们之前说三音表示它跟根音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三度的关系，五音它代表的是它跟根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五度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这几音都要看它跟根音是什么关系。好，这个弹幕是卡了吗？好，这个骚是这个和弦的三音，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再往上勾一个三度，我们都说以三度叠关系叠制，扫拉西，对吧？好，西是它的五音，有没有问题？好，我们来检查一下啊，米骚西到底是不是 EM 和弦。首先我们知道 EM 和弦既然它有一个 M 出现，它一定是一个小和弦，是一个小三和弦，对吧？那我们就来看根音跟三音之间是不是小三度。哎，咪到骚是不是小三度？我们之前说咪小三度是什么呀？小三度它之间的音程关系应该是一个全音加了一个半音，对吧？那咪跟骚之间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吗？那我们以二度为例，从咪到发之间是一个半音，有没有问题？咪跟发，我们刚刚看这个钢琴键盘也看出来了，它是相邻的两个白键嘛，是半音的关系。那发到骚呢？发到骚它隔了一个黑键，所以发到骚其实是一个全音，好吧？所以说咪到骚之间就是一个半音一个全音，它是一个小三度，小三度。所以 EM 和弦它的组成是咪骚西，有没有问题？稍微特别有一点点绕啊，那我再考考大家，我们升级一下。那我现在还要这个咪为根音，我就要构一个大三和弦，怎么办啊？首先大三和弦的名称，以这个咪为根音的大三和弦的名称我能不能写出来？就是 E 嘛，对不对？我把 M 去掉就变成了大三和弦了，好吧？好，那 E 和弦它的组成是什么呢？我们去构一构，还是以根音为开始，根音是它的这个和弦的名称，所以是咪。往上构一个大三度，啊，我们刚刚说到咪到骚是一个小三度，那我想要一个大三度，那我怎么比骚再高半音吗？是不是？比骚高半音就是升骚。好，有同学会到拉去啊，那你说，你看，如果是拉的话，咪发骚拉四个音，它这四度关系了，肯定不对，所以说。我从以这个咪为根音，我要构一个大三度，它应该是升骚，然后呢再去到西，扫拉西三度关系，好吧？所以说我要构大三和弦的话，它就是咪升骚西，这里是一个大三，根音跟三音之间的关系是大三度，这个能不能理解？好，我们这个 EM 和弦跟 E 和弦，大家理解的话，给我扣一个二。好，看没有人说话了啊，你们是没有问题还是正在思考还是有问题？有问题一定要及时问啊。好，乐理的知识一定是会比较绕，如果你没有想明白的话，但你想明白的话一切就特别通。好，再来说一遍，我们的小三和弦它表示闷圈，我们的小三和弦它表示根音跟三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小三度，大三和弦它表示根音跟三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三度。那什么是小三度呢？小三度它俩音之间的音程关系就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大三度根音跟三音之间的关系是两个全音。方东东懂了？复习复习，不复习就忘了是吧？好，所以我们看到 EM 和弦，那我先把它全擦掉啊，我们现在重新来推一遍 EM 和弦，它的和弦音组成是什么呀？好，
知道的同学赶紧在弹幕上告诉我啊。易阳和何贤，我们刚刚是一开始是没有讲之前问大家有没有同学能知道，现在讲完了，我看大家能不能反应过来，易阳和何贤的和弦音组成是什么？好，还是从根音开始想嘛。我们要想一个和弦音的时候，一定是从根三五，包括后面学了什么七九十三，那更多都是往上去慢慢去够的。我们都是从最根最低，从最根音开始去够。好，方东东说对了，橙子说对了，米骚西对吧？好，咪是它的根音，骚是它的三音，西是它的五音，米骚西。好，那这个 EM 和弦呢，我们去按一按吧。站站是什么呀？站站是什么？好， EM 和弦它我们看到这个和弦跟我们之前不是一个，不是特别相同。它首先它是两个手指去按弦，而且呢是按在同一个频位上，全是在二频。好吧，所以说我们全在二品的时候，那有同学就懵了啊。老师之前说一品都用食指，二品用中指，三品用无名指，对吧？那现在有两个音它全在二品上，那我们就灵活一点嘛，我们把这个无名指用过来。哎，我用我的中指按在五弦二品上，用无名指按在四弦二品上。好，大家看我右边的这个手指看有没有问题。好，还有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之前还说我们左手按弦的时候呢，手指要按在尽量靠近下一频品丝这个位置，对吧？有没有印象？那我们现在有两根手指都按在一个频上了，那我这个中指难道要这样去按吗？那肯定不是的哦。好，我们的中指如果是两根手指同时按在一频的话，那我们保证下面那根弦的那个手指靠近下一频频次就可以，我的中指呢可以靠在我的左边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需要保证我的右手拨响每根琴弦的时候，它的声音都是清晰的啊。你们听现在每根弦的声音都很清晰，没有任何的杂音，对吧？所以它就表示我们按的是没有问题的。三音跟五音是什么关系？是什么规律？三音它就表示它跟根音之间的关系是三度的关系啊。我们说到三音跟五音，它都是跟根音去比的，好吧？三音跟根音是三度的关系，那它到底是大三度还是小三度呢？那这个不一定咯。如果它是大三度，目前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大三和弦；如果是小三度，它就是小三和弦。那这个五音又是什么回事呢？五音它表示它跟根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五度的关系。哎，这个五度我们目前五度是不分大小的，但是五度有增减啊，增减。现在我们先把大小搞清楚，好吧？我们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乐理课会给大家去延伸，我们会去讲增减。那所以五音我们现在没有去展开特别去讲，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去让大家去知道，我们三音决定了一个和弦的这个性质，它到底是大还是小。那五音它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决定这个和弦是增还是减，是扩张的还是一个收缩的一个感觉。对对，增四减五是个小三度。啊，这个是延迟了吗？这是我五分钟前问的问题，但是答对了。好，乘二，先记住三音跟根音之间是一个三度的关系，那又分为大三度跟小三度。目前我们看到大三度的话，就可以把它当做大三和弦；如果它是小三度的关系，就可以当做小三和弦。那五音它表示跟根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五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五度呢？这个我们后面去讲，我们目前只要知道是五度就行。那你会不会数五度呀？我们怎么去知道两个音之间的关系是多少度？那就我就数嘛。比如说我现在问你 C 到 F 之间是多少度，那我就数看我能数出多少个字母 C D E F， 我数了四个，是不是？所以它就是四度的关系。那我再来一个，刀到拉是多少度？刀 Re Mi Fa Sol La， 我数了六个数字，所以它是六度。啊，我们就去怎么判断两个音之间是多少度，我们就去数，哎，把这个头跟尾都加上，一共有多少个数字，我们就是多少度。
好，我们回到这个 EM 和弦，刚刚说 EM 和弦这个指法，对不对？那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两个手指全都按在音频上了，所以呢，就不用把两个手指全部都靠近下一频频次了，因为你做不到，你总不能这样落起来吧？那我们讲，我们在讲我们按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自然的一个手型嘛，你都歪成这样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对吧？按好之后，用右手去检查，哎，每根弦是不是都是清晰的声音？如果这个声音很清晰的话，就说明我们左手按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要遵循哦，就是这个手指站立的问题。啊，我们说手指站立，说的是我们的指关节与指板面接触的这个关节要站在指板上，站起来，好吧，立起来。把手指立起来，目的是不要碰到其他琴弦，因为你碰到其他琴弦以后就会影响这些琴弦的发声，好吧，我们只做自己的事，不要影响别人，就是这个道理。好， EM 和弦，好， EM 和弦，然后呢我们可以从六弦往一弦去弹。我们刚刚说到 EM 和弦，这个和弦它的根音是咪，对吧？那我们的六弦空弦音就是咪，所以 EM 和弦的根音在我们的六弦上。我们弹的时候可以从六弦往下去弹，好吧？像我们之前学的 F major 七，我们跟大家说 F major 七它的根音在四弦三平，所以我们弹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弹四弦。包括我们扫弦的时候也是尽量大家从四弦开始去扫。你如果全扫的话就会很浑啊，我们说扫弦一定要从根音开始扫，把我们这个和弦先交代清楚，让别人一听就能先听到你这个和弦的一个根音，然后我一听就知道你弹的是我可能不知道你弹的是一个 F 大七还是 F 大九还是什么的，但是我一听我就知道你弹的是 F 和弦，哎，这个和弦名称我已经一目了然了。那我既然知道这个和弦名称，我就知道了级数。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后期扒歌的时候也是一样，去听一首歌曲，我一定要先去听这个低音是什么。当然这个我们学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低音不一定是和弦的根音，因为我们和弦还能转位呢，但是这个低音一定是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和弦的一个级数。那我们有了级数之后一切都好办了，好吧？所以我们目前扫这些和弦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先从根音开始扫，把这个和弦扫清晰，先给听众去交代清楚你是这个和弦的名称是什么嘛，是吧？它是几级。好，这个是 EM 和弦。那还有一个和弦 AM 和弦，哎， AM 和弦也是我们的这个本节课要学的另一个小和弦，小三和弦。那同学们能不能跟 AM 和把 AM 和弦的这个和弦音组成写出来呢？小橙子懵了，是我刚刚说的那一段让你懵了吗？因为你们还没有学到那里啊，所以你们会懵。但是你要有一个学习的方向嘛，对吧？你要知道你未来要朝哪个方向去学，不然的话我们如果只会每节课的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们这个视野是比较狭窄的。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学习每节课接受的东西是有限的，但是我们需要去让自己知道我们未来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包括你弹的多了，听的多了，你懂得多了，其实你以后你会更清楚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你要学什么样的音乐。拉到咪，非常好。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好，明建同学说对了啊，那我们来推推看。首先 AM 和弦它是一个小三和弦，我们从这个名称上就能看出来，对不对？小三和弦，然后根音是拉，是它的名称，哎，拉，然后够一个，往上够一个小三度，拉刀咪，对不对？啊，什么拉刀咪？拉西刀，对不对？拉西刀。好，我们来确定一下，拉西，拉到刀是不是一个小三度，拉到西是一个大二度，是一个全音，西到刀，哎，它俩中间没有黑键，所以是一个半音的关系，所以拉到刀是一个全音加一个半音，它是一个小三度，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够一个五度，
啊，我们够五度的时候可以从根音往上去数五个拉西哆瑞咪，数五个数字，数五个音，不是数字啊。然后也可以从三音往上去数三个老瑞咪啊，因为三音到五音之间是三度的关系嘛。我们说到和弦，我们目前学的这个三和弦，你任意两个音之间它都是一个三度的关系，不管是根音还是三音，三音还是五音啊，当然根音跟这个五音之间就是五度咯，我说的是相邻两个音之间是三度的关系，好吧。那这个 AM 和弦组成音是拉刀咪，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学这个和弦怎么按的了啊。好，这个 AM 和弦同样还是有两个手指按在了同一品二品，对不对？好，中指可以按在四弦二品上，无名指按在三弦二品。好，刚刚说了，有两个手指同时按在一品的时候，我们保证下方的那个手指靠近下一品的品丝就可以，也就是说无名指靠近下一品的品丝，然后中指呢可以稍微往左一点，哎，只要你能保证你的琴弦都是能发声是清晰的就可以。食指按在二弦一品，好，食指没有别的手手指妨碍了，所以还是要靠近下一品品丝。好，看我的右手。好，按好了之后去检查一下，从六弦到一弦是不是声音都是清晰的。哎，没有杂音，是不是说明我左手哎是按的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AM 和弦。那要说的一点， AM 和弦根音是拉，对吧？所以我们不管在拨弦还是在这个扫弦的时候，我们都要从五弦开始，因为五弦的空弦音就是拉。好，我们都说过，我们之前记过这个六根琴弦的一个空弦名称，米拉软骚喜咪，对吧？所以五弦是拉，所以如果是特别是扫弦的时候啊，我们尽量不要去扫六弦。你看，你如果扫了六弦的话，会有一个就不是从根音开始出来的这个声音了，听上去会有点难受。那怎么能不扫六弦呢？我们说到，如果扫这个四弦到一弦我还好控制，我扫这个五弦到一弦，我很容易碰到六弦呀，是不是？那之前说过，左手可以制音，左手大拇指轻轻的碰住我的这个六弦，然后这个时候六弦它已经不出声了，对不对？然后我再去扫，好，这个时候你再去从六弦往一弦去扫，它同样还是这个拉的音线出来。好，这个有没有问题？根音怎么找来着？根音是这个和弦的名称啊，小橙子。根音是这个和弦的名称，那你如果要知道它是在这个指板上是什么位置的时候，那你就你看嘛，通常根音都是在六五四三根弦上，那你看你这个和弦它都是按在了六五四弦的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 C 和弦，我们是这个左手无名指是按在了五弦，是吧？好，五弦三品它刚好就是一个 C 的这个音，一刀这个音，对吧？所以我们的 C 和弦它的根音是在五弦上，五弦三品，准确的说五弦三品。然后这个 EM 和弦，哎， EM 和弦你不管怎么按，首先这个六弦空弦它就已经是咪了呀，那你都不需要去考虑你是按在哪儿了，它六弦本来就是咪了，所以你这个 EM 和弦从六弦到一弦都能发声。同样的方式 ，AM 和弦 ，AM 和弦，想起来了是吧 ？AM 和弦根音是拉，哎，拉，那五弦的空弦不就是拉吗？你看你现在也没按五弦，对吧？刚好五弦空出来是一个拉，所以根音是在五弦的空弦上。这个是我们的 AM 和弦。好，那接下来我要讲一讲从 EM 和弦到 AM 和弦我们要怎么转换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从 EM 和弦到 AM 和弦，首先我们看到我的中指和无名指，哎，它是在这个位置上，它去到 AM 的时候，它们俩是同时上下一条琴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又用到手指编组了，是不是？它俩是一组的，
哎，这组同时移动。好，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从 EM 换到 AM， 我把它全松开，然后再去一个一个找，这样会很慢。对，一启动，因为它俩是完全是就往下平移一下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换和弦的时候，如果大家目前对每个和弦的这个指法并不是特别熟悉，那我又想尽量换得快一点，那一定要掌握老师说的这些这些小规律。那你如果拆开重新去找几个几弦的话，你每个和弦都这样去找，那效率太低了，好吧？看，同时下移，然后食指下来，同时下移，食指按上来，很快的一件事情。包括从 AM 去到 EM 也是一样，抬起食指，然后剩下两个手指向上移一条弦。好，这个练习多去练一练。平时我们可以多去练练什么呢？按住一个和弦，让手指做抬起放下这样的练习。好，如果你的这个手指能够做到你眼睛都不去看它，你一开始可以去看啊，可以去看，你如果能做到你的眼睛不去看它，它都能哎特别准，那我们的和弦按压已经这个基本功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包括我们要练到什么呢，每个和弦都是这样，哎 F 哎 G AM AM， 每个和弦都特别熟，都能够眼睛不看也能把它给找对的话，那我们就厉害咯。我目前可以去看的啊，可以去看，因为你要看你的这个手指指，我们现在要培养的是我们的手型，首先特别重要，一定是最重要的手型指法先保证正确，所以我们目前一定要去用眼睛去看，但等我们熟悉之后，我们不看也能换和弦，好吧。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学的 EM 和 AM。 那我再问大家，我们上节课学了级数对不对，那如果是 C 大调的歌曲， EM 和 AM 它们都是几级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说到这个 C 是一级， F 是四级， G 是五级，那 EM 呢？ AM 呢？好， EM CDE 对吧，它是三级，有没有问题？三级和弦，然后 AM Do Re Mi Fa Sol La La CDE FG A 六级，有没有问题？好，三级和六级。好，我们看到我们从上节课到这节课学的五个和弦。好，这五个级数大家能不能记住？对对对，陈耳说对了，三级和六级。好，我们再来一次，一级、三级、四级、五级，还有这个六级。那我们记这个罗马数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记呢？一二三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一就是一条竖线，二就是两条竖线，三是三条竖线。那到四五六的时候，我们看到五是一个这个 V 的这个形状，那在这个 V 旁边左边加一个竖线，它就变成了四 ；V 的右边加一个竖线就变成了六。所以不要记反了啊，这个四跟六，经常同学把这个四跟六分不清楚，那你要是级数记错的话，你弹的和弦也错了，好吧？所以我们从本节课开始，我们再去课下再弹曲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但要能看着这个和弦图能弹出来，那我说到一级你就要能反应出来是 C， 哎，三级是 EM 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就用这些和弦，那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和弦名称都给你弄掉啊。好，我现在按照级数让你弹一个一六四五，你能不能弹出来？好，一六四五，那我们来找一六四五，对吧？首先一你要能马上反应出来就是 C 和弦，一级，六就是 AM。四就是 F， 五就是 G， 对吧？好，可不可以？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再问一个三六四五呢？好，三是什么呀？三级 A E M 对不对？六四五，好，再来一个一四五一，好 C 是不是？一级是 C。四级是 F， 五级是 G， 一级是 C。 我再看出去。好，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如果能做到的同学，我们能做到更最好了。如果做不到同学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是后面还会去讲。现在最好是能够看到这个级数，能反映出来它是什么和弦。因为我们现在就涉及到一个调嘛，就是 C 调。我们这个入门课学的都是 C 调的歌。那我们如果把这个级数搞清楚了，把 C 调的级数搞清楚了，那我们以后去学，比如说学 G 调、学 A 调、学降 B 调，我们都可以这种级数的思维去思考。哎，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给歌曲随便转调了，同学们，这是一件多么诱惑的事情啊，是不是？是不是？你们听到这件事情的话，你们会不会很激动啊？我把这个级数学会之后，我可以任意去转调。G 和弦那个小拇指好难按。好，说到 G 和弦了 ，G 和弦其实我们准确的来说，我们并没有特别详细的去讲过这个和弦，是不是？很细心啊，豆丁同学。好 ，G 和弦，我们之前讲的是一个 G 七和弦。好，讲 G 七和弦的时候，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考虑到大家的这个小指按弦的这个能力并不是特别的优秀，所以 G 七也可以用它代替。那还有一个呢，这个七和弦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声音，还记得这个吗？哎，记不记得这个声音？数主回家的声音，很多歌曲，特别是古典乐当中，它最后都是这个声音，好吧？所以我们本节课开始，我们就可以用 G 和弦去弹了。如果同学可以小拇指可以做到的话，那其实也可以这样去按。如果你的这个小指实在是没有力量，也可以这样去按，用中指去按我们的六弦三平，然后食指去按五弦二平，然后无名指去按一弦的三平。但是，这两个指法其实都可以。那什么时候用什么指法呢？你要看这个歌是怎么编的。像这首歌曲当中的话，我就比较喜欢用啊，一会儿看讲歌的再讲吧，好吧？好，我们看到这个 G， 首先我们 G 和弦，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无名指去按在六弦三平上，然后中指按在五弦二平，好，一弦的这个三平可以用小拇指去按。好，如果小拇指有力量的同学呢，你最好是去这样按一下，因为我们的迟早要用到小拇指去按弦。目前我刚刚给大家说也可以这样去按，但是你一个和弦是没问题，你逃脱了这个小指按弦的这个命运，但是你总有一天需要用到小拇指的。所以如果是对自己要求更高的同学，那我们一定要去遇到一个困难，不需要去想办法去逃避，我们要去克服它，好吧？把这个小指练起来。包括我们在爬格子的时候，其实如果有认真爬格子的同学，我们这个小指应该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吧，小指按弦嘛，对不对？小指按弦的力量应该有了吧，应该有比最早这个完全小白的时候应该会稍微有一点力量吧。但是小指当然是跟其他的几个手指没得比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天生的一个技能，就是这样的嘛。所以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是从一开始小指能力很弱，到慢慢一点点去训练的。所以大家好，说到这个爬格子啊，大家一定要去每天多练练，因为爬格子它也可以纠正我们的手型，你们知道吗？爬格子可以纠正我们的手型，还可以拉伸我们的手指，还让我们的手变得更灵活，独立性更好。所以这个，而且它又不需要乐理，对不对？还能锻炼我们的节奏，
你开节拍器去练，所以它这么多的好处，所以你们一定要去练一练。按了小指无名指会压到五弦上，看看啊，无名指本来就按在五弦上啊，啊，无名指会按到五弦上啊，无名指，我想成中指了。好，那就更需要我们要把这个手指立起来啦，好吧，手腕要下压，哎，手腕再下压一点，你这个手指关节再立一点，再站起来一点。好，可能你在按 C 和弦的时候你的手腕是这样的，那你按 G 的时候你手腕就要更向下压一点了。好，手腕就需要动了，好吧， Jerry 有没有问题，可以去试一下。好好，如果实在不可以的同学呢，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说的这个食指和中指无名指这个指法去按 G 和弦了，也是 OK 的，因为这个和弦本来也是正规的指法。那有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这样去按，再加上后面啊，我们会有专门是用到小指去按弦的和弦，所以呢，我们尽早如果能够培养我们小指按弦这个能力，尽早去训练，好吧？那我们要看曲子咯，我们看这个曲子到底是用哪个指法会更合适。好，我们看到后来大家都听过吧，那这个歌曲应该就都很熟悉了，是不是？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和弦。首先第一小节是一个 C 和弦，然后 EM 和弦，然后 AM 和弦， EM 和弦。好，如果有级数没问题的同学，我们可以把它清晰的可以看成一三六三，对吧？好，一三六三其实它全都是在这个其实这三个和弦其实是很类似的一个声音，因为这三个和弦它们的共同音特别多，所以你们从听感上你们其实听不到特别的变化特别多的感觉。好，这个我们后期讲和声的时候也会给大家讲到啊，不会像刚才前面讲的那个 G 属和弦到主那么强大的一个对比。我们听到这个1363 E 啊，这个 C EM 和 AM 它其实声音都是不是变化特别大，都是在一个，如果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和弦之间的这个不同的和弦理解成是山的话，比如说这个 C 和弦它是一个小山，那这个 EM 可能是个稍微大点的山，但是它肯定不会是像洪水一样。那如果是像这个你们听，这就要转折了，我弹那个 F 就有转折的感觉了，这个又是另一个感觉。但是我 C EM 和 AM 它其实是很类似的一种和弦的声音。老师，我来和电动车都齐飞了。好，我们歌曲才刚开始讲，我们之前讲了很多乐理，那在课下一定要去看看我们的回放，好吧，环境家居。那我们歌曲才刚开始讲，那我们往后听，那这是我们前四个和弦，那到后面的时候，好，要发展了，到 F major 7了， G EM AM， 好，到这里的我们看到如果有级数没有问题，同学四五三六四五一，对不对？如果级数没有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出来。如果暂时不能反应过来，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记住 F major 七 G EM AM F major 七 G C。好，注意这个 G 和弦，我们在这里呢，尽量还是用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小指按弦比较好啊。为什么呢？首先你看这个 F major 七去换到 G 的时候，我无名指直接就上来了呀，对不对？我可以动作特别小。那你如果是比如说 F major 七你去换这个中食指按弦的那个，那你看你要动多少手指，动的就很多。包括说我们的最后这个从 G 和弦换到 C 的时候，也是无名指下来一下就可以了。你要是这个食指的话，那你又是要大调整，是不是？
也还好，看你主要看你们的这个小指的问题，这两个指法都还可以，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小指按弦会更方便一点，所以在这里建议使用小指按弦，如果难受的同学也可以用这个食指的这种，也是没问题的，好吧。那我们就和弦都分析完了，我们知道了，这首歌当中用了我们目前学的五个和弦，对吧？那我们再来看看右手，右手，哎，熟悉的一个节奏型啊，是不是？我们上节课刚讲的这个红河谷，五三一二三，你也可以弹五三二三，但是你就多一个音，更丰富一点嘛，是吧？在我们目前掌握了有限的一些伴奏肢体的情况下，我们能丰富就尽量丰富。好，有一个双音就会更丰富一点，这个是肯定的。后来总算学会。好 ，EM， 注意 C 去到 EM， 中间一定不要有停顿哦。好，你们注意听我每个和弦的最后一个音。哎，你按完这个 C 和弦五三一二三结束之后，你听这个三啊，这个三弦的这个声音，它是有一个延音的，一定不要去破坏它啊！你这个时候要是抬起我们的左手，你抬起它就没了，好吧？你这样就没了，一定不要把这个延音破坏了。哎，尤其是每个和弦最后一个音，大家的食指总是会弹不满，弹不满呢，就会让人觉得你这个和弦没有换得特别无痕，那就会听上去会差点意思，这个连贯性就被打破了，不是那么连贯了。好吧，这要注意，我们可以更慢的速度去听你这个延音，听。哎，那个音要结束马上没了，赶紧下个音要上来，所有的弹奏全都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拍子里，好吧，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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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我们前四个小节就三个和弦，而且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 EM 转 AM 的时候手指同时下去就可以，千万不要这样放开重新再找弦啊，好吧。和弦转换的小技巧，好吧。 CM 什么 CM C 和弦到这个 EM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个 EM 是最简单的一个和弦了，虽然是我们这节课才学的，因为之前没有讲这个升降号，没有讲小三度，所以没有给大家去讲 EM， 但是其实 EM 是我们C 调里面最好按的一个和弦，好吧。 C 到 EM， 然后 AM 再到 EM， 那我们把唱也带进去啊，我们试试看前四小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好，注意这首歌在我理解看，我唱到这两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挺悲伤的，所以越是悲伤这种很伤感很抒情的歌，那更是需要我们弹奏的一定要连贯。哎，它都是这种长线条的东西，我唱的都是很悲伤，那你弹的要是一顿一顿的，那就很出戏。所以说我们在弹琴的时候也要去体会我们这个歌它表达的是什么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那包括说这首歌曲它其实是比较伤感的呀，那你是不是就不能弹得太重啊，稍微弹得柔和一点，好吧。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可以弹得可怜一点，我用了一些比较
抽象的词，但是我们音乐就是需要想象力的嘛，我们就是需要把我们那种脑海里面那种抽象的东西调动起来，弹得可怜一点，好吧。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都消失在人海了，都见不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弹的时候一定也是要跟着这种歌曲的它表达的情绪去走的。弹五三一二三就麻爪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麻爪啊？弹五三二三会好点，你也可以弹五三二三，没问题。这两个节奏型其实是一个东西，你们听，只不过第二个双音呢，哎，它会一个是，我刚刚说了，我们目前学的，这个技巧也比较少，我们学的这个右手的一个伴奏肢体也比较少，所以呢，我们最好能在我们有限的学的有限的知识东西里面，我们能让尽量的让歌曲更丰富一些，听起来，所以可以用到这个双音。那你如果会麻爪的话，你就弹五三二三也没问题。我都不知道这个麻爪是什么意思，我就现学现用了。啊，不对，还没学呢。好吧，都是可以的，只要你这个和弦没弹错，就是 OK 的。哎，第一个音从根音开始弹，和弦没按错，就是没问题的。好吧，快点加句。好，再来最后一遍啊，前四小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是前四句。好，后面就和弦多一点了，但是都是我们学过的 F。好 ，F 我们之前说了 ，F 的根音在哪呀？四弦三品，对吧？所以我们从四弦开始弹，四三一二三，当然也可以四三二三都是 OK 的。四三一二三，好，到这里我们稍微复杂一点了。我们一个和弦啊，不是一个小节出现了两个和弦。好，之前一页是每个小节一个和弦，我们整体的这个节奏是一个很舒缓的，对不对？很轻松的一个换弦，和弦也简单，然后换的也慢，是不是？我觉得很简单，这个延音也比较好保持。但是到后面到一首歌的转折的地方了啊。好，我们一首歌曲是有起承转合的，大家能体会到吗？那到这里就是我们的转了，对不对？好，转的时候我们既然有转折了，这个歌曲要出现一个小的波折。哎，这是真的难按。麻爪就是两个手指总勾弦，两个手指总勾弦，就是要勾弦呀。是你是两个手指就是会弹的不利索是吧？就是同时弹的时候，反正会不太顺。我可以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吗？好，看一下我右手啊，这个家俊同学。好，其实是一样的，你看，你的中指在我们的二弦下面，然后无名指在一弦下面。哎呦，做了一个特别特别那个错误的一个示范啊。好，同时发声。平时你们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一二三指放在这里，做一个同时发声。包括我们后面还会学到，哎，均匀的去弹奏一二三。好吧，我们先让它同时能发声。你看，三个手指，两个手指，一个手指，保证都能发声。我就是那个做示范的样子。我们把对的练一练，让你手指肌肉记住就 OK 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弹琴弹多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大脑去不需要去想，它就能自己就可以弹出来的，是不是很神奇？这就是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嘛。一开始不熟的时候都是很慢，而且错误会百出，但是你一旦弹对了，你就把那个对的感觉记住，然后多去练那个对的，总会把它越弹越好的。
即使真的难按是吧，那就是本节课的一个小难点咯，是不是啊？不能每节课都很简单呀，每节课大家学完如果都觉得很简单的话，那这节课对你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无效学习，就我是这样理解的啊。我还是会喜欢，包括我自己学东西也是一样，我会给自己设置一些关卡，一些难题，那我把这个突破了之后，我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那我如果一直在谈我熟悉的东西，那其实我一直是原地踏步的，我只是保持没有退步而已。但你如果想进步，你一定要克服困难，就是这样子。好，那回到我们这个副歌，不是副歌，好，到这个转折的这个地方，好 F major 7对吧。其实我们 F， 如果大家会按这个大横按的话，也可以用这个 F 去按，但是目前如果是零基础的话，我们可以暂时用 F major 7去按 F major 7，然后右手是4 3 1 2 3。AM 根音可以有两种弹法吗？什么意思？ AM 它是根音就是拉呀，就是五弦空弦呀。我看前面有没有 AM。 哎呀，同学们，有一个特别抱歉的事情，这个谱子啊，这个谱子当时没有改。哎，我们看到这个啊，我要说一下啊，这个第三页，这一页第三小节是错误的，好吧？我们要纠正一下，来，我们要纠正一下。谢谢陈儿，我都没有，我刚刚都没有注意，这里我忘记改了，这个和弦当时制谱的时候制错了。哎，这个根音是在五弦上，好吧？纠正一下。包括看回放的同学一定不要把它给看错了啊，这里是在五弦上，要纠正一下。好，我群里的谱子应该发的是正确的，这个 PPT 我忘记改了，实在抱歉啊。那这个 AM 和弦我们一定要从五弦开始弹，你弹四弦声音是不对的，这个四弦就这里，好吧，我们要从五弦开始弹。纠正一下啊，我们的第三小节 AM 和弦是5 3 1 2 3，好吧，千万不要弹成4 3 1 2 3了。好好，有没有问题？好，陈儿，你说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个谱子的问题，好吧。然后到这一页，好， F major 7 4 3 1 2 3。好，一个小节换两次和弦，我们左手要快了。好，有些同学他在弹一小节一个和弦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问题，换和弦的时候也能很快的换过来，但是到这种一小节两个和弦的时候断音尤其明显呀，那真的是断得太吓人了。同样的道理啊，同学们，我们换和弦的时候最后一个音保持住，哎，听这两个音之间的连接啊，听哪两个音，这两个，好，听这两个音之间的连接，它一定是无痕，中间没有停顿，一定是无痕的，好吧。好，再来。好，稍微慢一点啊，同学注意听。好，那两个音之间是连起来的，如果你弹成了，那就不行了，好吧，我们中间一定要连起来，就像我们弹奏一个和弦之内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看你自己弹一个和弦的时候，哎，它任意两个音之间都是连起来的，是不是？好吧，这个可以感觉到吗？一个音与下一个音是连起来的，那你弹下一个和弦的时候也要连起来，好吧。天哪，老师你今天怎么了？好吧，我们看到这个 F major 7和这个 G 和弦有没有问题。好，再来弹一下啊，3 1 2 3 6 3 1 2 3，包括下一小节也是一样，要快速换6 3 1 2 3 5 3 1 2 3，好吧。满脸疑惑，橙子是哪里满脸疑惑，哪里疑惑啊？好，
前四个小节有没有问题？这四个小节 F G E M A M 有没有问题？好，再来一次啊 ，F G E M A M。好，这四个和弦呢，它是在两小节之内换的，也就是每个小节都要换一次和弦。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手一定要快哦。我表示 G 和弦绝对，哦哦哦，可能是他觉得我这刚刚老弹错了几次吧，是不是？还有那个 PPT 有出错，这个再次跟大家说声抱歉啊，因为我真的是忘记改了，哎，突然有点不好意思。我表示 G 和弦绝对会碰五弦响，你看啊 ，G 和弦。你要是碰到了五弦，说明你的这个手指它还是没有完全站起来，那你可以拍一个你的这个手型的图发在群里，包括你可以按好之后你去弹奏一下，哎，我让我听一下你弹的这个声音，并且让我看一下你的手型，好吧。那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用我刚刚说的这个手型，好吧，也是可以的。这也是个标准手型，只不过我们如果能把两个手型都按好的话，那是更好的，因为我们随时转换嘛，我们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去用不同的指法去换和弦，好吧？哎，这个 Kirby 同学也来了 ，Hello Hello， 这都是第一期的同学啊，哇，你们太好了。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啊，这四个小节，啊，这两个小节，哎呀，我今天真的是，不是，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好，我们看到最后两个小节 ，F major 七 G， 然后 C， 好，四五一，对吧？我们之前说过，下属属主，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常规、特别常见的一个进行，是吧？好 ，F major 七按好以后，右手去拨四三一二三 G。然后 C， 好，所以说我们到这里就可以结束啦。好，我们把这一页，我们稍微慢一点，我们去弹一遍啊。首先 ，F major 七，好，能不能唱出来啊？好难唱，唱不到调。错过就不再。好，我们从头捋一遍啊。哎，好，我们从头开始。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好，同学们，五个和弦弹奏了这首歌曲的副歌，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没有问题赶紧问我啊，要不课下的时候不要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误。我们如果能上课解决就最好，是不是？好，每个和弦怎么按的，然后这个中间的这个断音一定不要要，那我们从头到尾的这个节奏一定要稳定，我们速度是要均匀的，一定唱的时候不可以忽快忽慢，好吧。这个唱大家有问题吗？我们今天没有讲唱，因为今天这个歌我默认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重点都在讲弹，是不是？就是断音。那我们有断音的同学要注意，比如我把它回到第一啊，有断音的同学按
你弹的时候，你弹第一小节的时候，你的这个手始终是在 C 和弦这里按的实实的，按的紧紧的，好吧？一定不要，有同学就觉得弹完了就可以松开了，你松的时候，你这个音就没了呀。你看，是不是没了？我再去弹下一个。哎，你这样永远会有断音，所以我们说左手什么时候抬呀？一定是，哎，你左手是没有一个离开指板的这样一个时间的，你刚离开就要去到下一个和弦了。所以说这个和弦什么时候换？哎，一定是我不得不换的时候才换。什么是不得不换呢？就是我该弹下一个和弦的音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再死皮赖脸的赖在这里不动了，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再走，哎，没有下一个人没有来之前，我坚决不走，就这个意思。好，你看我的手始终是在指板上，换弦就是换和弦，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一个小节换两次和弦要分的节奏，换一个还不利索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歌曲啊，明明会唱一弹节奏就烂了，总是这样。你看我一问题全出来了，好，我一个一个解答。先来解答豆丁的问题，唱跟弹不协调，唱老是唱快。那你唱，首先你要保证你弹的是稳的，哎，一、二，你们在课下的时候要怎么去练呢？先不唱，先去把拍子数出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哎，先把拍子数出来。那等你不数拍子的时候，你也是稳的。既然你弹的是稳的，那你唱的时候你就跟着这个弹奏去唱啊，对不对？后来，好，因为你每一个歌词，你每一个字，它都是对应的是我们有弹奏的那个位置嘛，是不是？后来，我总算学会了。你看你弹这个和弦，你总不能去唱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那你总不能唱到下一小节去吧，因为我们唱的这个旋律也都是在我们这个和弦里的呀，对不对？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实在不行，我们就把这个歌词也把它严格的按照小节给它划分开。好，小节把它划分开，哎，我们在唱弹这一小节的时候，我们歌词坚决不能多唱，多一点都不行，好吧？老师永远不用小拇指去按，行不行？行，但是会，后期就是有的时候，首先回答你啊，可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你这么换会更方便，所以说你要是永远都不去练这个小拇指的话，那你可能永远就是你遇到这种比较别人会比较方便的时候，那你永远都是比别人复杂一步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这个是 Jerry 的问题，然后豆丁的问题也解答了，然后是家居，换一小节换两次和弦要分的节奏，换一个还不利索啦。那你看，如果我们都是从头至尾都是换一个的话，也没问题，但是你听上去这个，你听就是你这样的弹奏，你听多了你会觉得很无聊。那你看我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就。我从一首歌，我从前到后，我有张有弛，哎，刚开始是一个很稀疏的这样一个和弦的排列，到后面呢我变得很密集，包括它这个跟我的歌曲情绪是走在一起的。我一开始是一个刚开始讲故事，那后面呢我越来越这个故事要发展到高潮了，是不是？所以我弹奏的也会更密集更丰富一点，所以它是根据我的歌曲去走的。包括我们后面啊，同学们，我们还会学很多技巧，
比如说一些加花的技巧呀，包括说我们的之前学的扫弦，那为什么要扫弦呢？那一首歌其实我就用拨弦去拨，不是也挺好听的吗？也可以弹下来呀。那有的歌呢，它可能主歌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拨弦，很安静，副歌的时候我需要去表达更强烈的东西，我扫弦的时候这个音乐的情绪会更强烈一些，所以它是为我们表达歌曲服务的，好吧？包括我们加花也是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一直那么弹就很单调，我们在有一个空隙，我们如果有可以展示一些技巧去加一些东西，那会显得我们整个弹奏更丰富，好吧？不要被这个两个和弦难倒啊，两个和弦跟一个和弦是一样的，换的方式都一样嘛，好吧？好，盆猫少女明明会唱，一弹节奏就乱了，总是这样，对吧？明明会唱，所以说你平时在练习的时候，同样还是像刚刚这个给豆丁说是一样的，我们弹的时候先保证一二三，先数出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把唱带进去。那唱，如果你总是会抢拍啊，抢拍，我们也是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小节线把它划分开。那能在我们最好是如果能够弹奏每一个音都能找到这个歌词的话，最好不过了，这样最准确的嘛。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太慢的话，你也可以以小节为单位。那我们弹这一小节的时候，我这个歌词绝对不能唱多，我们就在这一小节把这一小节弹好。终于在眼泪，好，就唱到这儿。后来终于在眼泪，以这种方式我们一小节一小节去练，把每个小节的唱跟弹都能做得很到位，那我们整首歌肯定可以连起来。那虽然说在这一小以小节为单位去练的时候有一个什么缺点呢，有个劣势，就是这个歌词会有一段断开的，你看这是啥呀，来终于在眼泪，没有前没有头没有尾的是吧，但是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稳定我们的这个唱的节奏，好吧？这个需要我们反应的要快。橙子的网络有问题，那我们看回放吧。终于能按着 G， 我把六弦往上推，五弦往下推，不可以，怎么可以推呢？你是把这个弦推高了吗？你那个谁，那个 Jerry， 你最好发一个你的这个按弦的这个图发在群里啊，我看你怎么推的。你这个说的这个词用的我有点很懵，不可以推，你推的话这个弦的音高就变了。哎，不要推啊！G7 和 G 和弦，因为根音都是骚，所以都是五级。对，没有问题。我们看到，我们怎么看一个和弦的根音啊？你看 G7 和 G， 它虽然是看似是两个和弦，但是它名称都是 G 嘛，都是包括这个 G7， 它也是从 G 开始发展出来的。哎 ，G 就是 G7 就比 G 多了一个音，所以它俩本质上都是 G 开头的一个和弦，所以根音都是一样的，就是名称 G。稍微移动一下，不要移动啊，移动的话这个弦会变的。是用力摁啊？你是用力摁吗？还是推啊？啊，你说的推是往直板方向这样去用力是不是？那没有问题，那就是要这样的，你要把它这个弦的这个距离要推高，那就不行了，好吧？老师，小拇指摁弦是凸的，我的小拇指摁弦是往里凹的。啊，老师，小拇指摁弦是凸的，什么意思？哦，这儿是不是？你是凹的啊？凹怎么按啊？你是这个意思吧？你说我的这个这里是凸的，那对啊，你看这个小拇指按在这里的话，那肯定是会。相比其他手指而言它是会更凸一点，那你如果凹的话，那你给我看看你的手型，你给我拍个照片，我想象不到凹是什么样子。哎，我看很多奇怪的问题，还有没有问题？好，你们先发个问题我们来总结一下啊。
本节课都学了啥呀？小三和弦是不是？小三和弦是什么呢？好，又要问你们最讨厌的乐理了啊！我们从下周二开始又要上乐理课了，同学们。不会你们都不来上课吧？好，我们遇到困难一定不要去逃避啊！我们乐理学明白了之后，对我们后期弹琴是特别大的帮助，一定是这样的。好，小三和弦它是根音跟三音之间的距离是一个小三度，好吧？至少要知道根音到三音之间的距离是一个小三度。那 AM 和 EM 和弦就是我们本节课学的最简单的两个和弦，那怎么按呢？要清楚怎么按。哎，换的时候，哎，是无名指跟中指同上同下，对不对？同时去移动，好吧？然后后来用到了，从上节课到这节课学的五个和弦，一、三、四、五、六级，对不对？期待静老师乐理课。好，希望你们都能来上课吧。可能是那个时间刚好是下午上学上课上班的时间，希望你们都能来上直播课啊。好，那本节课的知识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啊，同学们。那我给大家看一下作业。那作业其实不用怎么去说，你们应该也知道，就是刚刚副歌的这个后来的部分。那我们要能跟着吉他完整的去弹唱，好吧？打死不来，你不来的话，你还是不会呀，同学。你看，我给你捋一遍啊，脑瓜子温温的才应该来，因为你现在绝对是温温的，说明你还是没有学扎实，因为你之前我们吉他课也会穿插一些乐理，但是我们不可能讲的太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如果讲的细的话，就成乐理课了。我们这个是吉他课，主要还是教大家去弹的，但是弹呢，你又不能不懂乐理，你要是不一点都不懂的话，你就真的是弹琴机器了。但是所以说，你如果在吉他课里面没有把乐理学得特别懂的话，行，我认真了，打不死就来。好，那我就不解释了，期待你们来上课啊。如果想进步想学得更扎实的同学一定要来，因为这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好吧？那我们本节课就到这里啦，同学们，我们下周二再见，拜拜。